我们当时这么喜欢抱着吗？来来来，我这次对的。来，我教你个声音，行了，真的，声音都难背啊。是吧？哎呦，哇，老铁啊！是吧？太难了。小川啊，你要是离开了我最爱的小侍女，我可怎么办？小川啊，帮帮我！ 预备，开始。 2 hours later. 好，停了停了，好停。看，左一个，右一个，你看左的时候，你看他头两个，后，手。 老师，是我带来是同学，他叫葛脚笑笑，满满的正能量。葛脚笑笑。什么时候跳舞？老师，老师，我仨上课啊。这位同学，好会耍，哈哈，算相声。算相声啊。老师，我不会拉呀。今天呢？
我的歌曲什么？老师，我只会简单的海豚音。老师，我是个 rapper。哦，这位同学就是个人感情线，来，我们继续上课好吗？我们也可以上课。我也可以上你的课，好吗？虽然我是一个 rapper。好，里面没有什么想法。老师，这样吧，我有一首儿歌。你正常吗？他这次正常根发挥。稍微微睁眼啊，习惯。别死啊！不是丢脸。他不丢你脸，他不丢你脸。但他听不听我的，我不知道啊。我跟他说了，我已经都警告他了，你不许丢他脸啊！来，准备。哎，人家没揪你脸，你还叫？你可真不客气。啊！